妈妈，你弄的是一个房子吧？你弄的一点都不像头呗。不像吗？不像。我这个才不像。可是我这个有一点点像木屐。Thank you.
个。外面你不是说涂绿色吗？啊，我想涂粉色。啊，哪里有粉色的僵尸啊？那我可不可以涂其他颜色的？可以啊。啊？什么意思？你不喜欢它是绿色？蓝色骨头啊，那它不是骨头的脸吗？嗯，你看我要用这个来涂，用这个来涂啊。画家都不跪着涂，画家只坐着，他不是坐着，他是站着。喜欢什么？喜欢我呀。喜欢你呀、啊，僵尸喜欢你，你不怕呀？不怕。嗯。这是很可怕呀，这僵尸。但在超市不可以买。这是我们定制的。我们现在是刚才种完花之后，你们都看，这